我们下午就录个 ID 啊，很简单啊。录 ID 啊，你穿短裤干嘛了？那么短，你就要打码了，你知道吗？允不允许？允许啊，那就开始吧。好，没了，居然拍 ID 吧，我们。录完 ID 就 finish 了，就可以睡觉了。有一个集体的那个开关。哦。就是每个人说一下我是谁谁谁，然后跳着说过去，然后后面大家一起练就可以。哦。这拿吧，哥，哥哥拿一个吗？俩人一个。好，来。Hello， 哎，那么高啊，气息赛这么低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超，我是陈赫。大哥来，他是王冕，这个是范大哥，这个是小鹿，还有这个是老舅。老舅，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超，我是陈赫，我是范志毅，我是鹿晗。这是王冕，这个是宝石。我岁数最小，你们先说。那行，那行，你最后，你最后来吧。这种应该是怎么喊？你最有经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怎么？哦，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。是吧？不，我们是，我们是。你来领。不是这个节奏是吧？这条你来领一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武汉旅游团，欢迎你来到福州，天空一声巨响，武汉闪亮登场。Oh!